现在身体就是你们现在看到就已经我开完刀大概一个礼拜了，嘴巴跟脖子啊都比较肿。那现在就是。 嘴巴跟脖子啊都比较肿，肿比较肿，我觉得现在很丑。对，比较肿之外，然后声音就是在慢慢恢复。对，然后大概再过几天，我还要回诊再看另外一个报告。对，因为他那个也是，他也是因为之前在开刀的时候也发现淋巴有个癌。对，那如果。 那一天回去看诊，如果说又是个癌症的话，那就要再做下一步的治疗，这样子。那饮食上会做一些调整？饮食上，我现在目前都是吃软质的，对。然后，但是我昨天偷偷吃了白米饭，因为我觉得受不了了。但是吃的时候很好笑，那个白米饭因为它会卡在我的嘴唇跟牙龈中间，因为我的现在下巴是没有力气的，是麻痹的。 对，然后反正就一直挖，都梗在里面。对，所以我都要用筷子去挖它，把它挑出来。那工作上也会有一些稍微减少，要让自己一些休息。对，目前比较没有办法暂时的接工作，大概除非要我声音可以好一点，就可以对，还可以接一些通告。 检视淋巴整个就是开刀的过程，我是整个甲状腺开刀，对，那因为是甲状腺癌，所以把甲状腺整个都拿掉。那拿掉之后，医生又发现，哎，那个淋巴中间我的比较中间有好像又有一颗癌这样子，所以还要拿去化验这样子。 所以今天还特别来参加他们的会议。当然啦，他也算是我老公，因为我在戏里面跟我搭档好多次了，我们都是演夫妻，从大爱到民事的剧都是演我老公。然后我跟他交情也非常好，所以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说好，我一定会来。然后我今天也抱着是，我重新开始。 对，我的人生重新开始，然后来沾沾喜气。就是在讲几句跟新人祝福的话，希望他们百年好合，永浴爱河。然后因为两个夫妻的基因太好了，希望他们再多生几个儿子女儿，因为他女儿太可爱，太可爱了。现在这样子在治疗的部分嘛，那收入上面之前会不会觉得有点紧张？因为要看。 其实，当我得了甲状腺癌之后，其实还好，之前有存一点点钱啦。但是我说实在的，健康比钱还要重要。我觉得就是省一点用，我觉得日子都可以过得去啦。